什么？现在时间是9:03。来挡住我！好了，接我手指头拿出来，完全不会冷。没有风啊，继续拍照啊？开了吗？都开了，我们两个都开了。那我没有接电哦。你不用接，它两个小时半没问题，下课的时候关起来就好。你还有别的电池吗？这个没有电池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只能用早上。电整个早上就是为了录你知识。然后下午的话，中午的话，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看一看录出来的状况。然后如果也 OK 的话，那没有啊，中午充电就好了。来得及吗？中午本来就会回房间脱鞋子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中午充的话，看他能用得了多久。对啊。大卫，有空我在 AirDrop 给你，在 AirDrop 那个。昨天拍的，太黑了，太黑了。我要去太阳，你帮我也拍一下。对啊，现在多好啊！没错，能在太阳下面。老师，最后，面阳这边。好的很。来哦，预备，3、2、1。你本来就是要正方形，对不对？3、2、1，好，我再换。Photo， 好，刚好。预备，3、2、1，一张。预备，3、2、1，再一张。这边还有这边，还有这边呢。好好，你要反边，你要反他这边，你就反边。来，预备。对。看镜头这边，3、2、1。今天可以露脸。可以露脸。啊，发脸。今天不会冷啊，今天不会冷，今天完全不会冷。你要不要？他说：“哎呦，好不容易带好了，才叫。”你不买没关系，先回去看。来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很亮。3、2，继续啊，继续。继续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好。那你要不要拍？莫，你要不要拍？让你拍，好啊。用我的。用你的，今天不冷呗。绝对不冷，对不对？昨天那个都过了，今天一点都不冷。他们说第三天最冷，要抗议到啊！是，在房间里。那我只要拉脸。我不要，我不想拉了。那我也不要拉了。我懒得拉。我也懒得拉。我已经都戴好了，还拉。穿好久。那我们也要这样，耶、yeah ！脚外面的脚碗筷。这样，不要啦！1、2、3，看好后面有人在溜。啊，谢谢。今天一点都不冷。今天一点都不冷。头套还买了。哦，昨天买的。刚刚买的。都没有风啊！昨天看窗外的话。会觉得哎、欸，怎么好像有雪，都是被吹起来的。不管买了就要用。对啊，买了就要用。滑起来应该还是会冷吧？现在只是手伸得出来而已。正面，因为我们滑下去有风啊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拍，我要对着这一面吗？好好。反正我又眼睛又不怕太阳。我要滑下去了。算好啊。好。因为这面有阴影，雪比较不亮。哦。喂。你是用柱子那两个草是不是、啊？还有后面的山啊。好，来一个。喂。好。还有这边一张。刚刚的。再一个。另外一面。另外一面。好。你要不要？嗯。你要不要再等等？对啊。1、2，你要两个塔还是一个塔？都可以。好，一。固定位置就好。1、2、3，好。好。好。
好，只是后面两张可能跟前两张没有很合。那就连续五张。那你就自己动。对啊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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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了拍塔，所以山没有很多。没差。其实这边这样啊，我觉得云海缆车今天有开，因为你看今天都没有风。什么？云海缆车？不是云海，步兵平台的那个缆车。嗯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天有开，有在动哎、欸，那个缆车有在动，不过那个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嗯。是不是就是那个？不知道。你看它有在动，对不对？我看它有在动。要冲的话，应该是上午冲啊。天气比较好。就是先热身，接着就冲过去。不然不知道下午是不是被风变大。嗯。那边应该是温泉吧？那冒烟那边，还是更远的地方。好了。那我们先把水管拿起来了。哇！我的还没拍，来观景一下。对啊，我有拍全景。找我们，然后另外一个教练，他说等一下叫他上来一个。哦，他来了。下雪，没风吹，硬硬的。走高一点。
啊！糟糕！那个票要带对不对？不用啊，你是人的票吗？哦，我是说那个平台的。那个不是有独立一张券吗？不用啊。哦，不用是？我没带。我怕他的票是独立的。我没带橘色那个哎。你脚上那个。好，你认得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感觉像我带就好了。有。啊，如果认完后，我们就别管了。我昨天有死命的拉大腿哎、欸，我昨天有死命的拉大腿，结果醒来是小腿痛哎、欸。我有这样，我有这样翘拉。你怎么拉进来？我会动一动，然后小腿很酸，很酸。啊，蹲不下去啊！身体立起来，屁股往那边。身体立起来，屁股往前推。屁股卡住了。我屁股太大包了啦！你摸看我的屁股很大一包，下不去。跪下去的意思吧。屁股往前，脚再往前，左脚再往前。身体立起来。对。有很酸。转脚。下去，下去，屁股完全有卡住的感觉。哦，好好好。好，走吧，我们上去吧。你不能充电了。可以啊。好。那边走也多一台。对，他叫我，他叫我带着。过他的视线。就我前场。就这前方。来，我看。好的很。屁股坐紧，坐好以后再靠。但是我都直接去靠啊，然后就很痛。好，记得这件事。那我懂了。我想说，我真的摔，有摔到脊椎吗？为什么背后都很痛？
嗯，啊，我刚坐下去，就是那，好好，嗯，那看我这边，确认一下。好，我是往前看吧。嗯。所以今天变成在卧冰平台上面吃饭。会吗？我刚刚没有听清楚他说要去哪里，我只有听到说今天中午回来。那今天就不能换袜子了。什么叫中午回来？不会回来。对，是中午不会回来。那就中午不会回来啊，不是说中午不会回来。所以滑法应该是在上面，然后折到左边，接着分岔路再走另外一边。一开始折成一个缓缓的那条路。你给我拿好，那给你捅。根本就没有放开过啊。好，这边看起来就好像很缓。我也很羡慕大家可以平行啊，但是我就是平不了嘛。陡坡比较容易变成平行，我是陡坡，好像就不知不觉就只好这样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有上次的经验说会变成回向山吗？嗯，会回向山是因为你，例如说你走半身用力的时候，然后变成后脚跟滑出去。后脚跟滑出去就变成转弯了。那你后脚跟之所以会滑出去的原因是你重心偏后面，嗯，还有就是你右脚带了一点点重量，嗯，所以你左脚的阻力不够大，嗯。哎呦，那个很难讲啊，我不懂啊。真的，或是脚道理我懂，但是身体做不到，一紧张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因为你怕不敢把右脚松开，不然你在很缓的坡，你试试看。哦，教练也叫我们一脚站，啊。其实我脚拉不起来，但是我的另外一只脚很松。如果你在很缓的坡练习单脚好，而且不要抬起来，你只要试着。有啊，就是那个第一个小叮当，那个教练不是就有教我们故意要做？他那时候一开始他就这样教了。记不记得？你记得吗？我不记得。他说要用单只脚。对啊。用脚滑的怎么滑啊？都没办法哎，动不了。不要抬脚，我想办法用这个练抬脚。就是这样子，两脚前进就好了。断。我看一下高度。正常位置，真的吗？我刚好被撞一下，而且你会不自主往下看吧？对啊，所以应该可以。
行，一个早上。早上两堂课刚好。中午吃饭，我再帮他充电就好。啊？你这个是？对啊，一边充一边录。设备齐全。是要看前面哦，我们是看旁边的那个录影，回去看就这样。三feet。是这样。回去看就知道了。拍拍照。对啊，中间都是停一停，拍一拍。你也在挺肚子哎、欸。啊？你也在挺肚子哎、欸啊，这样算是挺肚子吗？对啊。休息一下。这样的话就能挺啊，这样就挺了，就偷休息一下。嗯。我努力习惯跪在它上面。对，你习惯跪在上面，然后你滑的时候把肚子收回来。会收回。反过来跟我横着站，直着站的话一定挺不好的。习惯跪在鞋子上啊，我们滑行中从头到尾都跪在鞋子上。如果你跪不上去，你就把鞋子扣紧。有，我今天早上有特别在扣很紧。你看他们两个滑，他们比较有冲劲，有冲劲的感觉，就是人是在前面。对啊，所以我昨天就说是要像猴子哎、欸。这么前面哦，对吗？嗯，哦，很前面，很前面哦。滑的过程中也要很前面，好了，来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两个超近的，我从后面看超可怕的。我可以录你啊，莫，你往前、啊。因为它是超可怕的。搓一下，搓一下。我要努力习惯跪在它上面。努力跪，今天没有那么困。努力跪，但是膝盖不要刻意去加压。嗯。用的人体重往前。嗯。轻松的站在上面，好，不要用膝盖加压。
转过去，它一样会慢下来，好吗？看下面，看下面，看下面，看下面。为了要录高货，很努力。脚，因为我在用我，因为我觉得我高坡要录下面，所以很认真一点看下面。录下面是什么？录谁？我啊，而且这一颗就是这个钥匙。啊、你就要时时谨记你头上有一颗高坡，懂吗？哎、欸，你安全帽没有扣哎、欸。没关系。今天好热哦。啊！还好刚刚有脱掉，是不是？哦，还好刚刚有脱掉一件。刚刚还就在一起。你就凉快了哈。好热！一路到大树啊，哈，冬天那棵大树。那大树在哪里？再下去一点就看到，就在中间那一棵。那超过缓的地方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中间那棵有个大树吗？往下一点就看到了。其实我不用看我的脚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用。看脚太低了。因为我平常都在看我的脚啊。太宽了，你看它又很宽。看前面就好了哦。好。我挡住你吗？你先走。我先下。来，走，这样子。我们先下。没有。先下。OK 的。我刚在后面。但是我卡住了。加油。可以嘞。来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！吓死我！两个人的圈圈是一样的。好，我刚刚躲看，今天没有看脚。好热哦。我也想脱一件。我有点热啊。我真的很热，我。真好热啊。对啊，我要来脱拉链。散热。
欸，它绕牌就是开的啊。好，我们等下走右手边，好，右手边下去，来，走吧。其实昨天下午可能也是比较没力气，现在早上精力充沛，谢谢。好，其实后来就看不清楚了。包起来的那一种，黑色那一栋吗？啊，黑色那一栋吗？右边那左边？不是，左边斜斜的屋顶旁边。黄色那一栋。里面有点冒汗的，我也是啊，很热啊，很热。但是我不敢脱里面那一件。他说山顶应该很冷。没有，要看那里风有多大。风不大就都还好。
他在确认，他责任感太重，在公司工作都一定要做好，所以没想到 GoPro 利用他的责任感就矫正回来了。他说他有义务要把它弄好，要看前面，好好笑，要看前面。那觉得你现在这样滑起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是我受到惊吓还是会直直的往前冲啊。就是在惊吓之外啊。嗯，就是知道说，哦，我踩在这一脚，不是用看的，是用脚踩的。没有，接下来没办法。没有，你知道我们去玩风帆，这家伙讲的东西我也听不懂。嗯，当然一定是自身体验出来的。他就一直跟我说，往着头上拍，对着板子。这个比较好猜。然后我一想说，今天会一直拍照什么的。嗯，对对对。用这个哈。对着那个风帆的那个柱子绕一圈，然后我就站在板子上绕他一圈，我说没任何事发生，我就说他骗我。后来我自己有一天悟了，就是说我是要把风帆风吹的时候顶住，它会很硬。我跟你讲过，我要这样子转角才会转板子，然后是自己懂的。因为我就说你在讲废话，你没有叫我柱子要不能动啊，你叫我绕板子转一圈，我就绕板子转一圈，然后没有事。我跟你讲，风吹的时候利用它的力道，因为他又是先看了很多教学影片，他都懂了，但是我没有看嘛，我。很爱混，没有看，然后我就真的他这次就怪啊，他就怪我说，好，那这次我要传影片给他看，他现在也还没看。我事前又先再复习一次，我还看一模一样的，哇，多有心，你看。他还是不会看，他就只看日本综艺节目，然后偷懒，然后自己就睡着了，然后就怪别人。拿掉。好啊。不用了。很湿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想把这个套回去。哦、那我现在这样。套回去吗？我现在拿掉，拿掉套。你把这个先拿起来，你的水晶不要往下放啊，不然脑安全帽脑。没事没事，很好了。好。你如果要脱帽子的话，先把扣子解开，这个才白的。算了，我还是脱帽子好了。为什么要脱？要到啦、啊。啊，已经要到了吗？还没。他早得很，我记得应该要很久啊。还没。哎呀，拉起来，透个气，然后这个要拉起来，下，是，转一转、我就是拿下来拉，擦一擦，转一转，慢换，给你两个选择，等一下我们呢是要徒步用走的走到雾冰平台，还是说我们拿 ski 过去，然后从雾冰平台上面滑下来？斜度如何？不会是黑的吧？对啊，它是一条最陡的。啊，最陡，但是前面有缓坡吗？没有，一开始就陡。我是说最尾巴，最尾巴有最下面有缓坡，但很远。很远哦。这一条，现在车坐到哪边？现在这附近。嗯，他是说到达在这里。那你就是也是蓝线，可以走路过来这边拍照，再走回来，然后滑这里下来。或者是把 ski 拿过来，我们就沿路滑下来，滑得到，回得到这里吗？回到啊、你的目标是这里耶，我回得到这里吗？绿的滑就不是。不行啊，要到这边才集合。对啊，超远的，没有要滑这条就全部一起。我们刚刚滑的也是蓝的啦。好啊，没有啦。那你们在下面很陡，这条不要。在下面等我一下。哦、他们两个敢不敢？他们两个也会有一点冲。好。那不适合就不要，明天再来。今天先把基础打好。会不会明天缆车没开？那要看风力啊。我看了今天，我没看明天。今天明天，今天晴时多云，明天乌云多一些些，乌云多一些些，我没有看風力。明天好像又变晴了，因为我昨天看明天明就下雪，就今天看就变晴天，气死我。你想要新的雪哦、喔？对啊，我看到你说你想要新的雪，这么冷还不给我下一点雪？水汽没来啊，水汽跑到本岛去了。对啊，水汽跑到轻生很惨。对啊，本岛下大雪。还有斜坡，等到斜坡。这手套啊，淘宝买的，39块人民币，比较便宜。够保暖，很暖。但是那个牌跟你的板子同个牌子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就是。哦，嘿，对，对，很湿。还是不要去好了，32度，够黑的。那为什么画蓝色？这平均才20，它最陡就32。32，等一下，停不下那种60、30、90的那种。那是这降哎、欸。其实还好哈。降，是降着的意思。其实还好嘛。降多少？
这一条哦，这条好找，这条好看。这条还好，这条不会滑，今天就会滑了。哼，还好还好，而且那么宽，可以让、啊、让我们体验渐渐停下来的感觉。这条12.25啊，二五最大斜度25。那最大斜度我们可能会避开，所以可能不到25。最适合99练习的雪道。对啊，还有昨天那条短的那条很适合。嗯。好，变斜了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刚滑的时候，你脚重心，因为你用身体去感觉，重心就更多，更稳在外面。然后你的里面那只脚就自然就平行，就收回来了。我有吗？我没有感觉。我不知道，等一下回去看一下。我没有感觉，看你是不是我没有感觉，我只是觉得我用脚站，我不要用眼睛看。你应该有敏昨天。我昨天不是叫你不要拿雪杖，就是要你用身体去感觉。嗯。但是他一直用看的就。我还是会用看的。现在有勾破。不准。看你有什么用啊？我不知道，对，我昨天要跟你讲说，你不要到时候没有教好我，你不要那个就是自责，对，就是因为你一直在看，太呆了，就是没办法，你不要。你现在用身体感觉，你才会进步。你现在已经知道你可以用身体感觉了，懂吗？嗯，所以你就直接要有。原来是我的脚。我的思源，这是我的脚，我自己知道，我承认来。对啊，你用身体感觉。但是平常可能就不放心吧，就会想要用眼睛看。不行，你用眼睛看你。眼睛看，你看过去，但其实你人没有那么过去啊，你这样子也看得到啊，嗯，对结果就躲更远，眼睛看会怕，就躲更远、啊。眼睛看更过就是更这样也看得到，这样也看得到，超过他也看得到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尽力。你有勾破，你有勾破。回去感谢。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都只能用身体感觉，不能用眼睛看，眼睛只能看你要录的地方。嗯。啊，恭喜你现在就悟出来了。嗯。我就说他需要顿悟，然后他的顿悟的点都很怪，绕着棒棒转。对，我就真的绕着转，转一圈很白痴。我说这到底能干嘛？你骗我！这根本就转不了弯。你要感谢他，你还是要感谢小弟给你装了这台GoPro。嗯。而且你用眼睛看，你腿会更酸。你要用身体去感觉，你就知道你要出多少力。嗯，知道吗？嗯。而且不会想太多。对。我们要上去先看风景、拍拍照，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才会开始滑，因为还要走过去走回来。耶！拍照时间。天气又超好的，超暖的。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有在考虑跟赖美华说，你那个防晒我要拆开来用一下。你有防晒吗？啊，你有。赖美华叫我买的那两条。哦，你跟他问。啊、我们俩没擦，忘了带。然后回去就发现说两个人鼻子都红了。对啊，赶快擦吧，等一下要拍照怎么办？就没关系啊，已经这样子了。就要拍照拿掉啊，回去就脱皮、啊。没有，我们懒得拿下来。那会油油的，快点，不会，这个还好。不用，没关系，谢啦。我俩只是回去发现鼻子很红。嗯，我刚刚这样拿下来一下，不知道吸了多少。你的在闪红灯对哦。正常。红灯就在录啊。你现在头翘的有点高哎、欸。他的角度可能没在调低一点。有，他昨天很得意说：“我到了录你，我到了录你。”结果都只看得到我的下半身，就没有我的人完整。这一台有防震功能，所以视野比较小。勾破那台。的角度录得到，我当然稍微下一点。对啊，你录你滑的时候会低头吗？因为现在有点高，现在你录的是这边。我想要水平。对啊，所以让它你翘有点高，对啊，翘有点高。对对对，好一点点。你看到什么？现在变红灯，亮着。算了，关机起来。重来。开机。录影，好，录时间。他没有时间、哦。现在时间是9:54，因为我回去要跟卫星的时间对。不过他录影，他没有跑时间在旁边。我把它关了。哦。因为你要是回去用软体除震什么的，那个字反而会掉。嗯，这些人好可怕哦，这样子录啊。哇，是哟，这还好啦。这个啾啾可以的啦。没有压缺。大头啦。
而且粉粉的，你就会比较不滑了。这只是会先稍微先，这反正先。我想刚刚这一带我们滑松雪，所有人就这样进去以后这样啪，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的，继续这样。因为我重心放后面了，超好笑的。就撞，不是重心放，重心放。啊对啊，你反正刚刚到底是怎么掉的？你刚掉了两次。松的那只脚，松的那只脚可能抵到哪里啊？松的那只脚，你有一只脚叫松的。不是，我是说。这只脚，这只脚没事，另外一只脚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，然后就掉了。对，可能要松松的，不过也就算了。没有，我们等一下看到有没有罗汉把它帮你调紧一点。没关系啦，因为有时候是人头的。因为松松的话就也还好穿啊，比较安全。好，好穿就好。如果是滑到一半，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掉了，就你自己会跌倒。哦，这样也不好。没有。所以那条太轻了。我都是接近要停下来的时候才会发生。哦，那就是你。所以我要去自己去学习，去让另外一只脚。我看是真的调同样的 Randall， 大家都调一般的值在调降二。对，有时候懒惰，我觉得学生一直掉，就说来换它。如果说自己，其实如果你顺顺的滑是不容易掉。就是看有没有办法用身体矫正回来。这就是啊，这也就是哎、欸。这有一台，然后那边等一下还有一个。哦。然后我们要走过去，那先去吧。好。走过去不知道怎么走。啊，这个楼梯看起来好危险哦。哎，它有电，它有电，它有电。没有，摸摸看。眼睛张不开啊。会啊。先来自拍，这样就可以随便拍。后面是个山。可是好小。要拍全景。先拍全景。看起来就还好，对不对？
不要用这个？上面没有那个红绿灯的。要什么？要啊。自拍刚好。那拿着。你要拍哪一页？先用自拍，然后拍山上。因为反正我们懒得拿，我是拿左边的啦。我们懒得拿雪镜，张不开眼睛。帮我戴一下，让我戴一下。再戴进去一点，戴进去。拉了拉，我、哦、上面死头都没进去。好了吗？先帮我拿手机啊。好了。我要换手。你看自拍很刚好吧？瞎了瞎了，没调好，对。对对，我来按就好。你按你按。这样会太高啊，我眼睛都快瞎了。反正也没照到眼睛。放下放下，往上拍。我们两个头上都有GoPro，这样，好，再来拍。手放下一点，欸，不用放下，平放就好，稍微翘上一点。好，嗯，然后这边看得到吗？会不会太亮？往那边好了，这样还可以。来，好呀，我手超冰的。哪个往哪边？那换我来。戴一下，我受不了，还是很冰哎。还要往哪边？当然是你不要照到太阳哦。这样不会照到太阳，而且下面的景啊，这角度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怕什么？就这。再来，再来。嗯，确实不想拿下面照，因为眼睛也会张不开。嗯，你在抖哎、欸，你抖得很厉害。反正他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嘞，帮他们拍好了。来来来，帮你们拍啊！很前方有人拍。你手机又拿出来了？怎么了？那只好不客气了。哎呀，不会不会。Go go go！ 要有紧啊，不知道这样脸会不会黑就是了，看不大到。你看得到吗？你把它那个亮度调亮，我们这样可以看得到。哦，调亮。滑出来，它也是 iPhone。iPhone 吗？对，它也是 iPhone。滑出来，已经很亮。最亮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因为它感应到灯呢、啊。我们带着风镜了、啊，拍好再说。来一杯哦，三二一，再当一杯，三二一。很好啊，哇！我刚看一下，脸要加亮吗？不用不用，完全不用哈，因为我可能是这个看太黑，没关系，很漂亮。来拿我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你们确定你要戴着？对，因为眼睛会张不开，这样子还比较好。好，不然戴一张啦，一张那个眼镜拿掉，那一张戴着，一张没戴，好不好？哇，你要高一点吗？漂亮哎。等一下，我们蹲低一点，我们蹲低一点。哦，那把挖镜不是挖镜，挖镜，这个镜拿掉，这样才有脸啊。因为这样都镜子里都看到别人，看到你。没关系啊，那就表示是你帮忙拍的、啊。好，再那个，好，帮你拿掉哦，我面罩也拿掉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好亮，好亮。你要不要转个像？快瞎了，转一下，不然会那个。我们已经放低了，所以跟刚刚也不大一样。连转就可以了，连转就可以了。我撑不住了，脚很酸。我脚也很酸嘞。确定你要，因为这样我会拍到栏杆。对啊，好了、哦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刚好手臂撑着栏杆就好了。漂亮。我眼睛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都说眼睛会张不开。是张不开。谢谢。快瞎了，快瞎了。我来帮你拍好了，试试看。我们还好啊，还好啊。好，那不要了。那你帮我拍，你帮我拍。
还是你收起来，用我的，用我的。我喜欢用你的。就轮流没，这样都是你的在拍。背景太多了。哦，好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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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重啊！哎，我前面拍的。忘掉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拍到什么？我好像在拍看苹果，我去看。很好啊，只是你那个你的脸。摆了一圈。对啊。那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啊，我帮你。嗯。等。别帮你拍，我都想把我的镜带上。不用蹲啦，蹲什么？不用蹲啦，后面整个是几？一二三，一二，好像脸有点暗。一二，看看这样行吗？好了，随便可以。脸有点暗了。脸有点暗。好，我帮你拍一张。好啊。站这边。好啊。不蹲了。然后偏一点点，偏这个这样子，因为刚好照到这个马累。好。但是先收起来，先收起来。哇，好多张，要继续。我先闭眼，稍微转一下。啊，转这边吗？脸稍微转一下。转哪？转这边，对对对。他看这边。对对对。看风景的。好了吗？眼睛，我没有看镜头。眼睛看一下镜头好不好？你在看什么啊？你讲一下，要拍我再看。OK， 好，拍这里。再看这里，我一直看会流眼泪，你帮他拍，你帮他拍，好，这样，好，那我就照这样帮你们拍，没关系，你们刚刚都拍得很好啊，哦，那我眼镜带回去，不行，已经不行了，受不了，这样我要整个头戴，先把帽子拿下来，哦。刚好我一个比较低啊，都不会去挡到。然后你说身高的关系，身高的关系，他有紧，真的很好。对啊，一个比较低，他的头刚好都是。对啊，因为两个比较一样那个高的哈，都会去挡到，一个都会去挡到，所以闪都闪不开。你都没有露脸呢，你要不要露脸来一张？嫌麻烦，要不要露脸？对啊，露脸。反正现在这个半小时都是拍照。真的大概小时哦，啊？他说还要走过去，还要走，加走过去那边有两个平台，你在是那边吗？一堆人，来快点，快点，他要露脸了，赶快，要他露脸了，他也，你先帮忙拍，我再戴帽子。我怕我技术不好，你很好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技术很好，我要戴眼镜了。你看，这边嘛。Okay. 但是你换一下，换一下，对，他要在这边。你刚要的是对，他要在这边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哎，超会拍的。对啊，好了，带回来。好冷，好冷，轻松了，轻松了，带回来。我这样算好了吗？上面也好，下面也好。其实你的帽子跟眼镜中间距离很大，因为帽子太大，没有关系。好了，现在有暂时挡着。然后我这个帽，这个、衣服很不错吧？嗯，是。帽子超贴。那个在冷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够。昨天都够了。啊，你昨天都够了。够了。好，你继续让我看，我要整理我。好了，弄好。我这样也，我头会不会翘太高？我的篝火会不会翘太高？我也怀疑我的篝火翘太高。对我来讲的话翘太高，对你来讲的话可能刚好。等一下我再瞧一下。不过现在没差，现在又不是滑雪，平拍是 OK 的啦。步兵平台。车，你要到哪？就没事也拍一拍啊，再拍。你的票要掉出来的。那个是空的，那不是票，那个是一个。不是，我明明就看到这个，你在睁眼说瞎话。那我不要放那一个，因为昨天现在忘了拿出来，这是滑雪配备。OK 哈。会长重吗？昨天没有拿出来，就变我以为是滑雪配置。好了吗？好，我们要走去那边，我看。
哦，一堆人的地方吧。那边冷的。随分少なくなったの急に。どこ行った？欸，我发现我的空气里面有点雾欸。它的凉一凉一凉就会消掉吗？对啊，现在消不走。我照在那里。我这里去的，我这里去的，我这里去的。完蛋，我上不去。Thank you. 阿里卡多。Yeah. 阿里卡多，我先上路了。Thank you. 第二个。我说啊。身体往前仰，好像就好一点。所以我就我踩第一步脚就滑了，好可怕哦。你看这里，好满哦！北海道的雪啊，很软的，我都给它偷偷伸进去，然后就觉得好软哦。它会长雪场哦。哎，你上次有没有长到雪？真的啦。啊？那你走走有垫子的啦。滑一滑就有真雪了。对啊。哎，你跟他说昨天有录到弟弟刹车摔下去，然后还说好舒服。真的。他跑下去。他就很安逸，他说好像卡住，一早就在爬山运动。走吗？不要，不要走。屁股会湿湿吧？不会吧？不然你有滑雪裤？对吗？雪裤防水啊。我觉得好了，那不要挑战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带下来会摔死。踩有雪的地方，踩线下去就好了。你要踩线下去，要上去用脚尖。啊，这就不用管是不是脚尖了，反正走就好。有凉吗？你可能要露个脸啊，不然你同学没有人认得你。我们已经不想再露脸了。还有他啦。把狗拿起来，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哦，好了，铺哥的样子。你要坐吗？一起一起，好啦。那我先拍你们，一起，大家一起坐着好了。就坐这里啦。坐这里。休息嘞。不来哦。上课，等一下你们先去。来，一起三个。预备，三二一，再来三二一。再来预备，三二一。有哎，就一张脸上就有太阳了。三二一，没错，都照眼睛了，很亮。突然间一阵风吹来，你要不要？好啊，然后换你，换你，他也要跟你拍呀。好，我来。那换你。OK， 加油。
拍。好。我也去啊，你不要 啊，很去啊，你去啊，你刚你刚你刚没拍到，你去，没关系。轮流来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不用不用了。喂。差不多。好。其实气温还蛮低的哦，手机还是会有可能停掉的。昨天还自动关机耶。啊，虽然我放在胸口，但是好像不是很暖。好。哎、欸，小心脚滑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好。开始玩了吗？嗯。好。搬凳子哎，坐一下吧，走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先把你留下来。哎呦呦呦，好可怕！要抬腿，要抬腿。很好，很安全，恭喜。很安全，就像昨天松雪，就像沙子一样，那个阻力很强。那今天就比较好，因为昨天晚上没下雪。抓好，抓好。右侧，好去抓，好去抓。好强哦！危险，危险！我是会溜冰，但是没有溜过不平的。你要去 ICity 锦标哦？我昨天去看，什么人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我昨天有溜滑梯耶，最后有惨叫，又很滑，然后最后就走进冰一定 OK。就说好滑、啊，好滑、啊。雪没差，我会溜啊。对啊，我明天去溜。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弄雪啊。看起来很粗糙呢。可以出雪。它那个面看起来很粗糙。很粗糙、哦。不过没有踩过，对不对？感觉因为可能又有很快快，就有点快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好不好滑。要走过去啊？是不是？要走过去是不是？很舒服吗？先来拍照啊！哦，他要躺，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躺。我怕我的帽子会装雪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你看他就知道了。没有啊。雪很没有那么松啊。你先试试，等我一下啊。哇、哦，好舒服哦！啊，就这样。很软呢。来来来来，录影一下。怎样？你要做雪天吗？雪天使。做不太，脚动不太了。哎，滑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做手就好了。用我的脚就滑下来了。我刚好录到你滑下来。换我。要要。你换一块，你换一块，这块被我躺，你躺平一点的。那你帮我开，帮我开一下帽子，帽子有没有湿？都没碰到。我的手有。快快快，我们要走。好。你要录对不对？快点快点，调给我。怎么突然间搞什么？好，录一下。好，快点快点。后退一步。好了吗？还没还没。录影怎么？你刚刚说实录影，好好。好了，还没还没，怎么那么大？人怎么那么大？这个录影，好好去。这样真的可以躺下去吗？可以。你为什么不会动啊？这是一只鸟的概念。哈哈。忘记戴手套。对啊，忘记戴手套，所以右手不能再回。好了。先看看看如何。不用看了，先回，先走吧。刚刚手套里面有装了一点，好凉。就是昨天那种雪啊，好像塑胶的声音，比冰恐高的。他们在干嘛？从哪边来的？我觉得它好像会消掉，我想拿下来擦一擦。我眼镜里面好雾，它让我视线不清。
比较硬的，比较硬。要让他们下来吗？对，我们赶快过，他们等一下下来，他们在集合人。躺着的、啊，嗯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脚一直滑，脚跟，脚跟，预备备，一二三下，哇，好软哦，很软呢、欸，啊，很软呢、欸，完全不会痛，躺啊躺啊，好软，太硬的，如果是松的就掉下去，会陷下去，现在很硬。是啊，还是很软啊。它因为里面软的。照片上的那个。对啊，所以要来啊。走要踩一下，不然就没有来的心也没有走过来。这个错到了，下面是玻璃哦。没有啊。水酸了。对啊，这是很累。哦，帮我检查一下我的帽子里有没有血。帽子里，嗯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帽子上有一点血血而已。好了、嗯，安全帽上有一点。那你帮我弄一下啊，帽带不就湿湿的，很舒服哈。你要等，你等我一下。我钩破歪了吗？不是钩破歪了，它跑到你的袋子，血浸的袋子上了。哇，弄一下，完了还是有一点。给你布，要布吗？好了。啊，这边拍照没有胶。好。去把它绕一圈。动动动。
要拍照。然后拍一天。哇！就是。我的手机又自动关机了。你的比较不耐烦呢。不是不耐，也许是我外层口袋太薄了。我也是放外层啊。眼罩、旋转、旋转哈，点的时候就刚好身体顺势往下走。还可以。但是就是要有完全不停下来的。Cloud Walk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拍到什么地方。对啊，我看不是很清楚。就雪镜了。而且这边看到的山很多呢。好的，应该开好机了吧？拍一拍。哦，你还能拍一拍。来一张，莫来。啊，你按对，给你按。好吗？也不知道，回去再看。可以拉更高啊，试试看。更高。对啊，紧就会更多。要狠的吗？你拿得住吗？没关系啦，他已经那么光脚。好，再来一张，一样的。现在有乌鸦哎，好了，你要收了吗？收，好收。好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哦哦，有没有刚停下来的？我有看到。这边没有拍哎，我有拍照。好，再来了。我要拍照。好，走了，默默。好，走了。我的那个有一点凉风的雾气终于散了，不然我的雾气一直遮住我看东西。哎，是右眼好，左眼还是有。用脚尖，用脚尖，前吐，前吐，走，前吐，走。
画魂那种也可以，画那种。看到我们两个头上的外星宝宝，合体，我来录了，怎样？现在多久了？我不知道，还有在闪吗？会不会已经没录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帮我看啊，你瞎啊？你的 OK 了，我说我的，你的叫我插电，怎么会没录？我是说记忆卡嘛。他会讲吗？也许我没有注意到啊。他会讲吗？他就会停下，没有，他还在录。他会停下录，接着呢，他就自动关机。所以我在想，我要不要现在换一张卡？啊哈，其实重点是在于现在几点。我是九点开始录的话，十点半，九十分钟，好，换一张比较好。好，换一张。奇怪，他现在是什么模式？完全搞不懂。下来，让他先走好了。好，哦，他躺旁边。放开，刚好。你小心点。三十二，一张，拿出来扣起来，放进口袋，拉紧，插进去。其实滑得回去，重点是看我们滑到山下的时候，要选双塔还是要选另外一边。哎，有人腰束还是怎么？刚掉了一些雪下来。
所以就是像这样，两个外星宝宝。再快一点，我要把它赶路。好，好，一张就好，谢谢。你没有开耶。我们要坐着还是直接站回去行？白雪。好，来，对。好。好，好了。一二三，大一点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拿回去是不是？这里拿去哪里？又找到。
找到。要不要拉起来？对，我说你衣服忘记啦。那继续往下。啊，怎样？你还好吗 ？OK 啊。那还好吗？他拖板。拖板，我们下去统一，大家都调整一格好。好。我们脚的力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用好。没有掉过吧？有有，当然有掉过啊，但那是我摔倒才掉。昨天。摔倒才掉的啊。今天有吗？我刚刚他摔在地上，我就说你忘记拉外套，我说会冷啦。分心啦，你害他摔倒是吗？哪有，他是在坐在地上，我就喊说你忘记拉外套。哦、好，那我们继续走啊。好，连续滑啦。舅舅觉得很轻松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没有很那个啊。趁这个你就专心录，你就想说我要录 S 型。录自己 S 型景色而已，然后去感觉你的脚。有，我有在压脚。跟昨天比，你现在。
好。是大腿一点点酸还是怎么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有点快哈，速度控制上有点一路发式直下的感觉，但至少还在控制之下。有点酸。我们试试看挑战一下这个，因为它其实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很缓的，那这条看起来比较少，但是这条滑起来其实还不错。通常这条滑得好的人就开窍了。对，好，所以等一下一样记得用你的身体去感觉，然后人尽量看下面，用你的身体去感觉，然后把弯做转过来变成横的，让它慢下来，每个弯都控制好。好，就刚刚觉得怎样？太快太快，玩太快。但是你离我还蛮远的，是吗？来啊，你先、okay 啊，你不是要先快？我要踩一下，那你先啊。直直下，转到横的。虽然我们视线，我是希望你们看三下，但是你的脚必须持续转到横的，不可以因为只看下面就一直往前冲。对，有越来越快，很可怕。很可怕，随便，我下去录大家。好，你们下去 ，Go！ 我跟着那个线。你去，你下。我下、哦。
还有呀。好，休息。这样起得来吗？练习停在教练旁边。左边那个让它 smooth 一点，不要突然撇出去哦。你一样可以滑，尽量让它平直。哦，你的部分呢，不要看脚。嗯。就是不要看脚就对了。嗯。OK 吗？用你的身体去感觉你现在踩在哪一只脚上。好。然后你的部分呢，再注意一点就是，除了重心对了之外，脚要持续转弯。嗯。哦，这里是一个缓坡，然后陡坡之后我们会再加强这一块。嗯。哦。好，我们要找准备的。超过我之后就是往下走，下面有一个第四次180度的回弯，在那边停下来就好。好。好。是一个教练会帮忙我们看。嗯。哎，我刚摔倒，有没有？你歪了，哎，你歪了，你现在完全路歪的方向。是吗？对。左右歪是不是？对。左右歪，我要自己调。哎，左右歪，是歪到斜的了。但是我觉得是你线卡很紧，它拉不动。好了，好了。没有，还是歪。我先拉一点线。你可以让它固定一点吗？可以。你要歪哪一边？我放你转。好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歪的、欸。好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不要再动了。好了。那我的头呢？我刚好摔倒很多下。你转看那边，我让你下一点。好，你不要太下吧。没有，正确的下的位置，它的角度很广。好吧，每次停下来我们就互相检查一下好了。那我有在录吗？有啊，好的很啊，你一个上午到中午都不用担心。小心小心，自动拖高哎、欸，太松了，太松了啦！揪你下，你们先走啊！哦，揪先下，你的位置最对。小一排就开。
我会滑太慢啦、啊、好像很慢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不会动了。好。脚一动你就离开雪板了、欸、是吗？刚刚你不是要启动的时候你脚这样动一下，就是说脚要离开雪板？不是啦，我说你刚刚鞋子掉，看起来是你这样一提就掉了。刚刚他刚是脚一动他雪板就掉了，他只是站起来而已，自动脱板。对啊，你刚站起来你雪板就掉了、欸、我刚脱板哟。对，他要出发的时候那个他好像脚往前一抬就脱板。对，也不是轻的问题，等一下调一调吧。一抬脚就脱板。现在吗？他的。刚刚那一次啊。我等一下下去找那个展车在那边都会有罗赖吧。嗯，罗赖吧。因为他滑的强度比较强，那个制衡脚出的力道比较多，所以有时候一想要用力就脱板。这人点亮点的还不错哎、欸。有没有那种一点就转那种很顺的感觉？嗯，那你点这样 tempo 对，但是还是可以在更前面，把你的手往前这样点，往前，对吗？不要只是在这边这样。那个拖慢要让它往前走多一点，出一点速度比较好滑。对啊，很慢啊！我是说我是在练不到，没转。因为我觉得还是不够快啊，还受不了。你要先吗？好啊，反正你带就会比我快。伸长我的脚，起来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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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分开吗？
反而我现在觉得这样最酸呢、欸，现这样站着最酸，你不觉得吗？超酸的。你的也很容易掉哎、欸。好鲜哦！哎，忘记看了。